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华哥哈。现在有个粉丝啊，要个黑白花的，要疫苗齐全的，三针疫苗做齐的，这样的月份呢比较少。这面我们看到了哈，有疫苗齐全的，来我们给他盘一下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？哎呦，1000吧，你帮我拿着来，我看。哎呦，那肥呀！哎呦，肥嘟嘟的！哎呦，给我猪羊。这个收了咱们呀，该人家都走了，该下市了。啊，人家都卖狗都走了，你还有这几个狗还不赶快卖了？你看花皮兔。喂的这么大，我不努力，知道吧？哎呦，四个月了。我四月人家花皮兔。花皮都怕啥？你这马上一变。尾巴上这一带要是不黑就漂亮，尾巴是那个，尾巴还是那螺丝，太漂亮了。诚实的多少钱？诚实的。这时候捡落还进了1600的，800块钱，行吧？你想啥了？这么大个？800，行吧？啊？哎，拿不走了！哎呦，昨天都卖你，你便宜卖了，卖了病。叫牛只能砍一半，哪有砍800呢？你想想。啊，那我让给你1000块钱，行吗？1000块钱这么大买不了。咋买不了？1000块钱还不行？你看，他要这尾巴是哪个？要不是这一点黑，我能养我1600，我连犹豫都不犹豫了。他就屁股。就这点黑就好看，有个性，你的。你再便宜，我都直接给你秒了。1500。拿不动，这拿不动。拿不动了。你还准备带过去呗？让。我给你加100块钱，1100。我卖不了，我就自己养着，是母的。我再给你加100，1100，行吗？哎呦。你这个带回去还得要狗粮，还得喂它狗粮。4个月还过4个月，我都可以跟它抱窝了噻。那4个月的抱窝了，抱窝了，准备叫它生狗崽了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它是个母的，不能生狗崽了。行吧，对，能行。你不卖我也走了，啊？还能少卖啊？1400。哎呦，1400啊？那还能少卖？再说说又少一百啊？1400，再让点。你再让点。我给你减50，1150吧。真大气，加我啊！越减50啊，不行。你看这个眼睛，你看生无可恋的样子，你看他生无可恋，你看他生无可恋的样子。1150。啊，这生无可恋的样子。嗯，真废呀，废的像小猪一样。多些。1400，1380就不要离1400了。1380，你那心那大方呀，耳朵还没理好，你看那耳朵啊，你看是花臂的，刚才都是你的，还是花臂的，哎，花臂的1380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不乱给你了，1200，你看能行吗？不行我就走了，行吧？你卖吧，你不卖你都带回去了，1200卖吧，卖。哎呦妈！哎呦，惊呼你了，你就想1200是吧？来，转钱，我给你转钱了。拿过来叫我看，你下来上。不转钱。不转钱，不给，咋不给了？人家背的，人家背，全人背。好，咱给他转钱拿下，1200，绝对漂亮。